找人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来了。你看看。哎，远哥。哎 ，hello。你好 ，hello。你看看我这儿子多孝顺，你看，所以那你看看，行，你选一个位置吧，选一个位置呀、啊，对，还是我觉得我肯定要坐中间了，靠近一点，稍微扶我一下，好，你行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只是就是不能受力而已。所以远哥你怎么回事？哦，就是最近快递很多嘛，抱一大摞，哎。下面有个阶梯，哎，也没看清楚就崴着了。但我们在整季节目当中会有一些，小小的游戏之类的东西，都 OK 吗？我儿子照顾，对，苏醒我是不会指望的。刚刚那个他知道这事儿的时候，拿手机，哈哈哈哈哈，拍我。Come on, don't use my thing. 请跟我们自己选个位置，就这儿呗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不好意思占了你的 C 位。哎，不，你 C。哎，毕竟你冠军不是亚军嘛。不是，毕竟我可以正常行走呗。